说实话，经过吃饭之后给力，的确被说烂了，什么什么全都是给力了。网友还创造了给力的英文版 Gaylivable， 也许以后 Gaylivable 可能会被输入英文词典，但是老外们现在还听不懂呢。其实给力就是很棒很带劲儿的意思，可以用 brilliant 或者 awesome， 比如 I watched Let the Bullets Fly yesterday， It's awesome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收看英孚赶时髦英语，再见啊。